这个位置啊，自己剪过的是吧？这里面的指甲比较大。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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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往前来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不要动了啊。这个没事，但没事，但是呢。你在想哪一条狗？这个指甲，哎，长得不好。指甲长得不好。别往这里长。怎么看剪掉怎么好？所以就是矫正。你自己不要剪就行了，不会坏。就这里。长剑这么长都不要学，知道吗？啊，指甲哪个指甲都不要学，啊。Thank you.